概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待会我们运务组跟你们校的考虑在这里啊。先谢谢大家。全国的教师甄试啊，都是瞩目的焦点。那么，我们过去的两次，我们真的做到了公平、公正，而且严谨，零误差。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成功，没有失败。所以相关的状况要能够确实掌握。首先是主任监考员刚刚已经点收了名册以及答案卡、答案卷嘛，对不对？待会请一定要点清楚试卷的分量多少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，刚刚谢主任特别提到的，刚刚我们这个主委学校指导校长也希望拜托大家。我们这十个人的手机就摆在这个现场，就好，时间到，请把考卷放在桌上，答案卷放在桌上，好，站，那你一个人去收嘛，一个人在那看，一个人收就好，另外一个人在看，就好，就很清楚，都收好了，很快的点一下，数量无误，好，现在大家可以离开，谢谢大家，就这么简单，可以吗？这样好吗？这样最完整。